听听好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五够赞，哎，为什么要有我说的五够赞？为什么不大家一起说呢？四月二十九号，只有你，只有你 ，Only You。地球只有你。啊，是到底什么啦？哦，只有你，好 ，Only You， 来说。雅各书四章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来，帮我念一下这一段，这段文字最后一段，这张文字最后一段，对，最后面，最后面。开始。我们有些人想要每天播一段安静的时间与神同在，却很难维持。有些人就是坐不住，而所有人都很忙，因此与其花时间与神同在，什么听他的声音，我们宁可让别人去做这件事，让他们告诉我们神说了什么。毕竟牧师和爸妈不是，不就是要做这些吗？如果你这么想，你对神的认识都来自他人，而非你和神的相处，那么问你自己一件事，其他事你也是这样做吗？好，谢谢哈。我们小何刚刚很辛苦的念完，代表说你看他的识字能力呢是可以的，但是速度呢可不可以呢？答案是不可以的，有点慢的，但是没有，很好了，很好了。每天我们都要播一些时间，好与神亲近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呢播的时间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就是来用听听好声音来取代我们与神亲近的时间，然后呢也能够来聊一聊天哈。那只有你这边只有谁呢？只有耶稣，只有神哈。那你又不是那个这个部？你说神这部吗？对啊。对耶。但是神也是必亲近只有你啊 ，Only You 啊，所以这边你的你包含双关语的你哈，那包含是你会你知道吗？神哈都会去听，只会替你去做一些你觉得你有所需要的，他就会帮助你。所以呢，跟神同在也是如此的哈。所以你们必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这就是今天四月二十九号礼拜六的哈，只有你哈。他盼望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中只有上帝，而神也是把我们当成至宝。OK， 来，快点快点，来了。都住了哪些人？好，你家都住了哪些人？来，小恩来说。你家里面住了哪些人？奶奶还有爷爷。奶奶还有爷爷。父母。还有父母。然后住三楼的是谁？阿伯阿姨。阿伯和阿伯阿姨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泡泡住外面嘛，泡泡住客厅，对不对？点点住哪里？点点住后面，对不对？嗯。泡泡住前面，点点住后面。我们住几楼？一楼。一楼。那爷爷奶奶住几楼？一楼。二楼。一楼啦。爷爷奶奶在二楼啦，睡觉睡二楼。好，那阿伯呢？三楼。所以我们家有哪些人呢？好，现在一共有哪些人？几个人？好，你们数学很烂，都算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八个人。对了，可以说是八个人，没错，没错是八个人。加上泡泡跟点点，对，加上泡泡跟点点，我们一共有十个人，很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还有一只，还有两只猫啊。哦，两只猫，阿伯的猫啊，我其实我不知道阿伯到底有养几只猫。十二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今天我们的这个光和说恩讲到只有你哈，其实神心中只有我们，我们也要只有耶稣。谢谢大家，光和说恩，四月二十九号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。